朋友聚餐必备的22道菜，做法简单还好吃。第一道，一周吃了3回的黄焖牛肉，真的太香了，软烂入味，不涩牙，全家人都爱吃。切记，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，加料酒焯熟出血沫，用热水清洗。记住，别用冷水，不然肉质发柴发硬，还涩牙。油热炒香姜片、香叶、八角、辣椒干，倒入牛肉炒出香味。放入黄焖酱，加入滚烫的开水后，扣盖炖60分钟，再放土豆、胡萝卜煮10分钟，最后放蒜苗翻炒均匀即可。学会了就收藏做起来。第二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的螺丝非常的新鲜，这个做法特别简单，连汤汁都能吃3碗米饭。首先洗干净的螺丝，加生姜，1勺料酒，1勺猪油，倒入白灼汁。蒸锅上气，蒸个8分钟左右，最后放一点葱花、小米辣、胡椒粉，用热油激出香味即可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清蒸螺丝这样做，做法简单，连汤汁都能吃3碗米饭。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三道，做红烧肉，有的人喜欢先焯水，有的人直接下锅炒，其实都错了。今天把我奶奶从小告诉我的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，温水中放1勺盐，调成淡盐水，再放入五花肉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有效洗出杂质和脏东西，而且吃起来会更软糯。锅中油热，下入五花肉，煸炒出多余的油脂，这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。多出来的牛油可以留着炒青菜，然后放葱姜、八角、干辣椒，1把冰糖，一定要开小火把冰糖炒化，红烧肉才能又红又亮。加1瓶啤酒软化肉质，1碗清水没过猪肉，1勺老抽调色，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小鸡蛋，扣上盖子，开小火慢炖50分钟，最后放1勺盐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收浓汤汁，有条件的撒点葱花配色即可，软烂入味，肥而不腻。学会的赶紧做起来。第四道，没胃口的时候，那就来一锅金汤酸菜鸭血吧，酸辣好吃，做法还简单。把处理好的鸭血下锅焯熟捞出，起锅烧油，放点姜蒜、小米辣，放1包金汤酸菜酱，倒入1碗清水，转大火倒入鸭血，煮个2分钟即可开吃，酸酸辣辣，好吃到汤都不剩，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第五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们在家里炒回锅肉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非常的下饭好吃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五花肉冷水下锅，加葱姜1勺料酒去腥增腥，开小火煮个25分钟左右，给它切成厚一点的薄片，锅烧热倒入五花肉，开小火慢慢的翻炒，把它的油脂炒出来，然后倒入1小包这个家常菜小炒酱，任何调料你们都不需要放了，给它炒出香味后，放入青红椒、洋葱，最后放一点青蒜叶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六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想吃辣椒炒牛肉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好吃又下饭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，只要你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厨艺，那就能轻松地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。首先切牛肉也是有技巧的，千万不要顺丝切，一定要顶着纹路切，给它切得薄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那么柴。切好的牛肉加少许盐，一个鸡蛋清，1小勺淀粉，给它抓拌均匀，这样能使牛肉吃上去更加的嫩滑。锅烧热，倒入辣椒，加少许盐，给它炒至断生，盛出来备用。油烧热，倒入葱姜蒜，煸炒出香味，倒入牛肉，快速的将它炒至7成熟，然后倒入1小包这个家常菜，大火翻炒均匀，倒入青椒继续翻炒，美味即成。第七道，我们家每周都要吃几回这个五花肉生蚝鲜虾包，其实做法也特别的简单，鲜香美味又下饭。先炒个秘制料汁，油热下蒜末、小米辣炒出香味，加入1/2勺豆瓣酱炒出红油，再加1勺生抽、1勺蒸鱼豉油、1勺老抽、1勺料酒、1勺蚝油、1/2勺白糖，翻炒均匀备用。将五花肉炒出油脂，放白菜、金针菇泡好的粉丝、生蚝、罗氏虾，铺上调好的料汁，1小碗清水，扣上盖焖煮10分钟，撒上小米辣、葱花即可开吃。这样做的五花肉生蚝鲜虾包，鲜香美味，好吃又下饭。第八道，莲藕这样做，香辣过瘾，好吃又下饭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莲藕去皮，先给它切成丁，然后再切成片，水开下锅，加1勺盐和白醋，这样莲藕就不会发黑了，煮1分钟捞出备用。2块钱的五花肉下锅，煸炒出油脂，加姜蒜、小米辣，把它的香味炒出来，然后倒入1包外婆菜，这个外婆菜不管是炒肉丝，倒入藕丁调味，加1小勺生抽，开大火翻炒个2-3分钟就能出锅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九道，
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每周都会安排几次清汤牛肉面给孩子吃，简简单单，好吃又营养。首先水开下面条，什么面都可以，煮熟后捞出来，再次烧开后放少许盐、生抽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倒入切好的牛肉，煮20秒，千万不要煮久了，不然肉质会变老。出锅前撇去浮沫，撒上一把小香芹，然后直接倒入碗中，加入2勺蒜头油，牛肉面的香味和鲜味马上就提上去了，简单又营养，学会的快给孩子安排起来吧。第十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种豆角买回来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好吃又下饭，学会了以后米饭都能多吃3碗。水开，加1勺盐和油，倒入豆角，这样煮出来的豆角颜色碧绿，不会发黑，煮个2-3分钟，煮熟后捞出2毛钱的五花肉，下锅边炒出油汁，加蒜末小米辣把它的香味炒出来，然后倒入一包外婆菜豆角调味，加1小勺生抽，给它快速的翻炒个2-3分钟就能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豆角这样做真的是太下饭了，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11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山药不要老是炒着吃了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一道桂花山药，还没上桌就被抢光光。首先将山药去皮切成段，清水中加1勺白醋，放入山药，给它浸泡个2分钟，这样山药就不会发黑了。锅上气蒸个12分钟左右，整齐的摆在盘中，最后淋上桂花蜜就可以了。山药这样做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12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金针菇买回来就像我这么做，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。首先将金针菇去掉根部，整齐的铺在盘底，有条件的再准备一点火腿摆在金针菇上，上面再铺上一层金针菇，铺上蒜蓉酱，其他的油盐酱醋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。蒸锅上气蒸个8分钟，撒上葱花，浇上热油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金针菇这样做一吃就停不下来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13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茄子买回来不要老是炒着吃了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好吃不油腻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将茄子切成段，然后用盐水浸泡个5分钟，这样做茄子不会发黑，而且更加的入味。我蒸锅上气蒸个10分钟左右，然后给它撕成条，空碗中加葱花、蒜末、小米辣，用热油激出香味，淋上白灼汁，给它搅拌成料汁，浇在茄子上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茄子这样做好吃又下饭，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14道，西兰花你们那应该都买得到吧，像这样切西兰花你们应该都会吧。切好的西兰花用盐水浸泡个5分钟，这样能很好的去除里面的虫卵和脏东西。水开，倒入西兰花，加1勺盐和油，入个底味，煮个1分钟，捞出整齐的摆在碗里，然后倒扣在盘子中，空碗中加一点蒜末、红辣椒丝，用热油激出香味，然后倒一点这个白灼汁，给它搅拌成料汁，浇在西兰花上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西兰花这样做清脆爽口，好吃不油腻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15道，西葫芦你们家有吧？鸡蛋你们家应该也有吧？那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好看又好吃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手先用勺子挖去西葫芦中间的瓜瓤，空碗中打入4个母鸡蛋，将它搅散，倒在西葫芦中，蒸锅上气，小火蒸个8分钟左右，给它切成片，整齐的摆在盘中，空碗中加蒜末小米辣，用热油激出香味，倒入白灼汁，给它搅拌成料汁，浇在西葫芦上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西葫芦这样做好看又好吃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16道，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。今天这个做法不仅好吃，而且更好看。首先洋葱用波纹刀给它切成条，这样切不仅好吃，而且更加的好看。油烧热，倒入2个母鸡蛋，快速的将它划散，盛出来备用。大蒜片下锅边炒出香味，然后倒入洋葱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青红椒配色，开小火炒至断生，倒入鸡蛋调味，加盐、鸡精、少许生抽，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洋葱炒鸡蛋这样做好吃又下饭，而且更加的好看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第17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花生米不要老是油炸了，试试这道醋泡花生吧，酸爽过瘾，越吃越想吃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将洋葱大蒜切成片，再准备一点青红椒给它切碎，花生米加1勺面粉，这样能很轻松的洗去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，然后用温水浸泡个20分钟，沥干水分，倒入配菜，只需要倒入一包这个醋泡汁，这个醋泡汁它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，均拌均匀后
放入冰箱冷藏一晚，即可品尝。第十八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种茼蒿买回来不要再炒着吃了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清脆爽口，好吃不油腻，而且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。首先水开，加一勺盐和油，再放入茼蒿，这样烫出来的蔬菜颜色碧绿，不会发黑。烫熟后捞出，整齐的摆在盘中，空碗中加蒜末、红辣椒丝，浇上一勺热油，倒入白灼汁，给它搅拌成料汁，浇在茼蒿上即可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十九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想吃莴笋炒鸡蛋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清脆爽口，不油腻，好看又好吃。首先用波纹刀将莴笋切成片，油热倒入两个母鸡蛋，快速的将它炒散，盛出来备用。大蒜片下锅煸炒出香味，倒入莴笋，有条件的放一点黑木耳，开小火翻炒个三四分钟，将它炒熟，倒入鸡蛋调味，加盐鸡精，快速翻炒个两三分钟就能出锅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莴笋炒鸡蛋这样做，好看又好吃，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两三分钟就能出锅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第二十道，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人蛏子直接下锅煮，那就是大错。学会我这个方法，做出来肉质饱满，营养不流失。河边捞回来的蛏子，用开水浸泡30秒，这就是鲜味营养不流失的关键。整齐的摆入盘中，水开上锅蒸2分钟，放上葱花，浇一勺热油激发香味，淋上白灼汁，美味即成。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第二十一道。家里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，可以试试这个缤纷果蔬沙拉，既能补充蔬菜，又能补充水果的营养。9块9两斤的草莓对半切开，生菜、紫甘蓝、萝卜片用冰水浸泡5分钟，口感会更加爽脆。沥干水分，放入碗中，放上孩子爱吃的水果，淋上蔬菜沙拉汁，用我的左手抓匀即可开吃。做法是不是很简单？快点回去给孩子做起来。第二十二道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年夜饭一般都少不了这道硬菜白灼虾。这道菜寓意着红红火火，你知道多少度的水才能做出最佳的口感吗？锅中水一定要烧到冒气泡，70度左右，对，就是这个时候下入虾子，但是这个时候火千万不能停，继续保持大火直至水烧开，烧开后迅速捞出，此时的大虾味道才是最鲜嫩清甜。碗中放小米辣蒜末，用热油呛香，再加葱花蒸鱼豉油。学会了年夜饭包虾壳都忙不及。